赞主歌的祭谱唱，不眠不饮又何时常相变誓言，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，此事古难全，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去，唯恐秋楼遇雨，高树不胜寒，几乎浓情，何似在人间，专注歌的祭谱唱，是孤难全，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杨岳老师的书法作品融合古典与现代，他认为书法作品不一定要拘泥形式。他常说，学习书法有两功，读书是内功，写字是外功。文学气质的涵养是书法的灵魂，美丽的线条装饰是书法的外衣，两者关系密不可分。一直以来，老师常说，一失于骨，二失于法。